心动福利社，你们的 idol 在这里。Hello QQ 音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超越。超越最近都在忙什么呀？在专心拍戏，然后这部戏就是《虫子》。这次拍戏中，你觉得最有挑战的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仙侠的故事题材，然后每天就可以在天上飞来飞去，然后呢，要诠释一个女孩的三个不同的阶段状态。感觉这次的角色还是蛮有挑战，因为第一是可能就是自己本来的一个性格，然后后面的慢慢逐渐比较沉稳啊，然后黑化呀，就是各种还是蛮有挑战的。介绍一下新歌的主题设定吧。这次的新歌是让我们荡起双桨，是陪伴了每个人成长的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。想通过这首歌让大家找到童年的感觉，然后找回童年轻松美好的一些回忆。这次的改编，老师他们就把节奏更加做得轻快，有节奏感，听起来也能让我想到了小时候春游的一些画面，就很美好。为粉丝推荐一个最佳听歌场景吧。上班的路上吧，感觉自己好像要上学了。请说出新歌不得不听的三个理由。你们的童年没有我，所以呢，这次你们再听一遍，找回一下童年的感觉。为粉丝录制一段早睡闹铃和早起闹铃吧。天亮了，起来干活吧。